还有二分之前叫一片混乱，阮就收起来了，做活动。哇，是啊是啊，今一定是留得圆满啦。对对对对。啊，你等下要试看卖者。当然咯、喔，有错无？有喏。较细个个啊。咱二代叫上尾一届出门，后来伊就要收藏起来做历史文物啊。对对对。啊，咱会当做伙伫遮，为嘛都无服务着，嘛算是我的一个福气哦。对，你真正是咱的福气。这已经唔呐讲是咱地方上做就这个欢喜尔。是是是。等过会当记录着咱做嘛就这个上尾一届出门的这个现况安尼。对，以后啦，几十年以后，咱回想起来，咱二代叫上尾一届出门伫倒位，就伫咱基山啊。所以即摆等于讲是限定古迹，所以后出来，咱若要出门是啥物，其实拢已经有造册管理啊。对对。后后回可能无。都袂当搁出门啊，对唔对？安尼真正是拄啊好，中个拄啊好啦，咱。哦。突然间心里面觉得很感动。已经六十档啊。对啊，我会记我顶一回跟着这边做马桥已经满两档前啊。真档啊！因为做马桥是十八个啊。二代做马桥最后一次的脚步就留在咱的基山家，太棒了！其实啦，这个第二代做马桥出门吼，伫遐开锣鼓、扫角团以外呢，弥勒团、综艺团啊，嘛拢做伙陪妈祖来到基山，应该讲是吼阵容齐全啦。哦，大家啊，伫咧基山呢，嘛看到北港妈祖的完整的阵容。也唔过吼，辽景的队伍来到这，这间庙看起来好亲像，甲一般的庙无啥共款哦。边啊吼，还佫有大树呢。这间庙到底为什么会伫咧这呢？哎呀，拜啊拜！这间庙是不是都会无共款啊？好特别，好像跟平常看的都不一样呢。我来去阿门口买。好好好。嘿嘿，我想着讲吼，我第一届穿着北港虎将军的球帽正甲，竟然是伫咱的客厅。我们的虎将军的吼。金庙是不是都会无同款啊？哦，好特别，好像跟平常看的都不一样呢。我来去阿门看卖。好好好。在。哎，中哎。哎、欸，这是四面佛吧？四面佛啊，四面佛，没有错啊。四面佛我知道，它是泰国那边的信仰。对。啊，可是我们这里还有个安端啊，为什么安端跟四面佛会放在一起啊？因为齁，早期我爸爸有曾经在一二十年在泰国在那边做生意，啊，在那边接触到四面佛，啊，也让他照顾啊，所以我们就去那个曼谷的爱女湾那边，好去邀请我们四面佛来我们这边，所以等于是齁，我们有跟异国这边也结这个缘。南昆森联谊会在泰国那边也有我们王爷的一个会，所以泰国嘛王爷嘞，哦，民族融合的概念嘞。原来讲起来，这根本是新边界国际交流啊，国际交流。其实啦，这个廖景吼，除了看到北港妈的二代祖妈桥以外，还佫袂少新边界大咖做伙来到现场斗阵声。头一位，噔噔噔噔，就是南昆森的吴三王咯。啊！伫咧清朝吼，因为水患的问题，所以讲吼，请来八仙宫的先天上帝坐镇。当时的武圣呢，全送一块八仙合宫的匾，象征两宫啊友好的关系。昆州宫的帝王爷啊，是对碧湖宫请来。这间庙嘛是南昆森第一间的分灵庙。看起来啊，大家缘分伫咧真早进前就被砍掉掉咯。嘿嘿，无想到讲吼，我第一届穿着北港虎将军的乔帽正甲，竟然是伫咱的溪州遮。坐当个啦，哇，那你今日来遮行，看来你嘛来安尼。哦，这今仔是吼，啊，咱厉害你吼，啊，这大石吼。
百个啊。啊，而且吼，啊，佫穿着阮北港的吼传统的日头吼，实在是出类吼，哎吼，体验一下真的。哎，但是说呐，啊，当初是咱朝天宫交咱的昆州宫，当初是安那结缘的。啊，其实朝天宫吼，嘛是为北港分灵来啦吼。人交流哦，当然哦，心灵也交流啦吼。有啊有啊，我看这几天吼，咱岐山啊、溪州遮在地，大家厝边头尾啊，大家拢欢喜甲骄傲甲。你看咱岐山今年安尼遮闹热闹呢。哦，我相信哦，咱的两间宫，咱朝天宫交咱昆州宫，未来这个友谊长存啊。迄个人讲妈祖会咱来看家。对对对。所以等下哦，我马上来好好来吃泡者。我们加油！再来加油！加油加油 ！OK， 加油加油加油！我们的胡将军的哈。新明行几工，总算是要到一个尾声了。这啊，唔那是新明界的大交流啊，更加是溪州江湖所有的人的大代志。现场这尼啊闹热，也够有高空烟火秀，哈哈，实在啊，是比过年也够较闹热咯。完全想袂到啦，咱即摆啊，将近完满的时阵，大好天气啊咧！大好天气哦。几十年唔捌这尼啊闹热的溪州，伫咧几海年这一年啊，唔那是恢复了久违的水火两条石，也个吉安三吊青石，也个北港朝天宫、大湖碧湖宫以及河山北神宫做伙现场交流，而且吼家家户户啊拢摆出案桌，更加提出溪州特产的金蕉包来迎接所有的人客。这就应该看出来讲吼，这届建造的活动啊，是偌尼啊盛大，偌尼啊隆重。毕竟啊，是家乡的大代志。上朝水火神，咱王爷接在后面啊，要紧保平安，好来年的大家呢，拢会当平安顺利来过日子。人敬神，神爱人，做伙守护这片属于咱的土地。免着惊，紧来入来坐，看闹热来吃。
山顶海边嘛真多。兄弟啊，头家免歹势，咱的人客无分大细细。感谢天公伯来牵心，众生的缘，咱会愈来愈好过。好料，你着尽量甲食。